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依旧是个高温闷热、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有一道梅雨封面目前从日本西南方向西南延伸，经过北部海面到广西，而在我们东南方则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范围。今天封面比较靠近我们，但是明天开始太平洋高压向西北伸展，封面就会稍微离开了。明天在基本马祖地区，因为比较靠近封面，所以断续还是会有短暂降雨的几率，其他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中午以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和其他各地山区会下午后雷阵雨，而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而这样的雨在晚上会停止。至于明天白天各地温度是闷热的，西半部高温大约在34度左右，东半部和澎湖、金门32度左右，马祖28度，在盆地地区以及西半部近山区的内陆和花东纵谷容易出现36度或更高的气温，一旦出现，气象署会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高温闷热，提醒大家这种天气形态之下，请适时补充水分，外出做好防晒工作，避免中暑。另外，午后雷阵雨有时候来得比较急、比较快，所以大家如果前往山区或溪谷活动，要特别的留意。还有，今天晚上到星期五清晨，基本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要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